呀，在室内这人气上不去呢，这咋回事呢？这室内你就这样，就这点人哦，我家好多人没回来呢。多少人没回来？来来，快来分享一波直播间！谢谢创起哥开通我的会员。分享一波直播间要开播了，双击屏幕点点赞喽！我今天名字改不过来了，我今天开会我开会都开到七点了，我回来吃个饭，化个妆，化个衣服，就到现在了，我都没有，我吃饭是用了两分钟时间吃完的。双击屏幕来一起冲到十万人！下掉了，这是瘦了吗？这又瘦了吧？欢迎啊，欢迎船长哥 ，Come on！ 今天在家里跟你们播一播哈，好不好？家里面跟你们播一播，天天大舞台的话都没有时间跟你们聊天了，都没有时间让你们来了解我了，了解唐毅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我也从小到大，我就是裤子穿不稳。就是我以前我奶奶最讨厌就帮我买衣服，她说你那种腰根本买不到衣服，因为我的腰太瘦了。然后她说你这个腰世界上没有你这么瘦的腰啊。但是我来到城市以后，我发现我的腰根本不是很细的，我的腰是很粗，就都不算是细的，比我细的多得多了。他们看到我这室内就走了呢，刚刚都上人了，我还没唱歌他们就走了，我在大舞台上他们就看我，我在室内就没人看我，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开场吧，好不好？你不唱歌没人看我了，真的是，你非要我唱，苗真不唱。人生何处不相逢，来，人生何处不相逢，哎呀，这自己操控的感觉，哎呦，打了半天没打上啊，我的天哪！来，双击屏幕的感觉，哎呦，打了半天没打上啊，我的天哪！来，双击屏幕点点赞。打了半天的字，一个字都没打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字都没打上，我这个电脑不会用了吗？真的是，来了，等一下，宝宝们，人生何处？谢谢大家。
来，谢谢船长哥，谢谢神秘人大哥哈，感谢肖战哥哈，还有榜四也是船长哥。来，欢迎大家回家，我们来唱首歌啊，在室内咱们就轻松一点啊，好不好？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送给大家，一首老歌。一起唱一首歌，喊首老歌送给你们。这么长了，在前面啊，我们的赞赞128万，来，一起冲一冲，500万。进了我的直播间还没点我关注的，一起把我的关注点一点，双击屏幕，再把赞赞走一波好吗？哦吼，哦吼，找不到了，找不到呢。来，没点赞赞的，再把赞赞往上走一走呢。真好听啊，好听的扣又好听。气场太强大了，我就在这里坐着，你就感受到我的气场了吗？我有这么强的气场吗？真的是，你这太有眼光了。Give, 是不是唐一坐这里就是气场啊？告诉我，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先把赞赞点到来，一起双击屏幕点到500万来。我再想一下，跟你们唱第二首歌，唱什么歌呢？三天三夜，还有呢？好看吗？我觉得我好看嘛，就那回事儿啊。你不能说我特别好看，我也不觉得我特别好看，就是还算挺顺眼的吧。爱你一万年，想听爱你一万年。救梦，
爱上你是一个错，是吗？ OK。 来唱一首爱上你是一个错。哎呀，这马上就掉到十万人以下了，我坐着就是不行呢，家人们，我坐着就是没有人机呢，怎么回事呢？坐着就只有十万人，马上就要掉到十万人，又说唐一良了，哎，太难了，这在室内做人气太难了。来一首爱，来一首爱上你是一个错，家人们，你们爱上我是一个错吗？你们认识我是一个错吗？啊？看，感谢大家飘出来的这么多的这个。小气球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人气票，来咱们再一起送一送，把礼物换成人气票啊，能送出免费的咱们一起送一波免费的人气票呗啊，人气票人气榜都第五名去了，人气榜跑到第五名去了喽，来头顶上黄色爱心，咱们看一下，来头顶上这个黄色爱心啊，咱们一起打开黄色爱心，一起，哎呦没加粉丝团，打开黄色爱心，一起把助力打榜，把免费人气票一起送一送。我来唱一首嗨歌来，不然这个马上没人了哈，护花使者来。然后谢谢真诚林大哥，感谢，来首护花使者吧，好不好？来教一下大家怎么送人气票，谢谢真诚林大哥，谢谢。哎，来我们头顶上这个黄色爱心，打开黄色爱心，头顶上助力打榜免费人气票还没送，送一送，我们要往前走一走，来人气榜往前走一走，咱们把榜一真诚林大哥还有船长哥还有神秘人大哥的关注一起走一走好吗？一首护花使者，人气还能往上走吗？家人们，还能到十二万人吗？撑着手法稳稳地摸，美女美女放下被摸的晚风，不禁抚慰她，我已决定一生留着心中的她，她生的晚风静静拥吻她，撑着手法稳稳地摸，美女美女放下被摸的晚风，不禁抚慰她，我已决定一生留着心中的她。感谢船长哥，
不唱平时这些歌了，平时这些歌咱们不唱了，来唱一些其他歌吧，好不好？头顶上黄赛星，来，还没有送出人气票的，一起把人气票送一送。谢谢船长哥，还要感谢真诚林大哥，谢谢船长哥，还要感谢真诚林大哥，谢谢神秘人大哥，香炸哥。什么歌什么歌，这歌还没听过吗？你没听过这首歌吗？这歌都已经是全网主播必唱的一首歌了，这首歌啊，那时候还没人唱这首歌呢，突然间我就那么多人唱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护花使者本来就非常的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啊，是不是？只是这个版本以前还没人唱的。想听你唱想你的时候问月亮，现在就唱吗？哎呀，这人气榜今天比较难呐，怎么回事？今天人气票没人帮我送了，只有6000人，来，我们一起冲！猴哥拿来手机，我们一起冲10000人助力，好不好？免费人气票，来，一起冲10000人助力！头顶上黄色爱心，看到吗？黄色爱心打开，一起助力打榜，免费人气票送一送。冲10000人助力啦！10000人助力来！啊！还有10000人，马上就只有90000人了，马上就90000人了，猴哥。那也是90000人啊！啊，护花使者啊，不是，我要冲护花使者了，唱首什么歌呢？我每天要想着我室内唱什么歌啊？不是，不行。刚有人在公屏打滚，送给你自己的吗？给你自己说的吗？啊，踏浪啊，来首踏浪好不好，家人们？踏浪，来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踏浪是谁的版本呢？我这没有啊。哎呀，没有。没有，哦，没有哦，不知道，来吧，体面，还有呢？还有什么歌？想听什么歌？在室内真的好难播，我觉得室内好难播呀。不知道怎么播了，来，我们先把赞赞扣到点到10000万，好不好？冲10000人助力来，冲10000人助力，家人们，曲中人呐，哦，奢香夫人吧，那就来一首，好久没唱奢香夫人，来。为什么这个这么难打？来，我们来唱一首《奢香夫人》，好不好，家人们？免费人气票再送一送哦，好不好？把我们冲10000人助力，一首《奢香夫人》送给大家。哎呀！哎呀，落桥河窗内爱被爱，谁明草还去花盛开，谁把月亮挂天上，照得像说的话。流成海，流成海。越过绵绵的高山，越过无尽的沧海，如果期待依然在，总是春暖到花开。请你轻轻留下来，让梦卷走着尘埃，像飘在书香之外，走上美丽的天籁啊。
登山，经过天烧白，舍身赴任甘愿归来。踏破日光花心上，照得漆黑的夜亮堂堂，亮堂堂。越过绵绵的高山，越过无尽的沧海，如果期待依然在，总是春暖到花开。请你轻轻留下来，让梦卷走着尘埃，想飘在树梢之外，走向美丽的天籁啊。洒了上水潭，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喊。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永不寂寞。你来过年华被传说，百里杜鹃不凋落。枯木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洒了上水潭，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喊。水永不寂寞，你来过年华被传说，百里杜鹃不凋落。家人们，第一次唱这首歌这么吊人。不唱了，上集都唱哑了，倒杯水来。上集都唱哑了，不唱了，真的是。谢谢大家，我们把人气票哈再送一送哦，把人气票再送一送哦。哦，我那个东西去哪了？我东东去哪了？等我一下啊。家麦，那个东西去哪了？我东东去哪了？等我一下啊！家麦，我们没点赞，点点赞好不好？把赞赞冲到1000万，已经马上800万喽！千山万水永不哎，我这个哇，今天是不是曝光啊？我的脸。还是爆吗？把它再暗一点，再暗一点点。对，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暗一点点看看啊，这样好看吗，家人们？啊？太黑了吗？那再亮一点点，看看。但这样很有感觉，我觉得，就是能待下来，待下来看啊，是吧？这样子暗不暗，家人们？暗不暗？暗吗？这个灯光？就这样啊，可以吗？我也不知道，好看啊！我看他说好看的那个全是铁粉，咋样都好看，就是那种是吧？哎呀，不要说吊人了，你在室内没有推流，你就铁粉在这里看我，你咋样啊？真是。我来唱一首抒情歌来。一路向北是吗？DJ 版吗？还是抒情版？一路向北来。
一首《一路向北》送给大家。土嗨来，土嗨！再来一首《提笔忘情》，好不好？哎，人家做人做室内是怎么做的？我想知道啊，人家做室内是怎么做节目的啊？我不知道呀，到底是要怎么做节目了啊？提笔忘情，来，今天是怎么唱就怎么吊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啊。来首《提笔忘情》来送给大家，哇哇哇哇哇哇！我们的赞赞10000000了是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把人气票再送一送，能不能做20000人助力啦？一起冲20000人好吗？头顶上黄色爱心打开，一起助力打榜，免费人气票送出来，冲20000人助力好不好？哎呀，不知道啊，我今天真是不知道我该怎么直播了，怎么唱怎么凉，这是为什么？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我这个，哎呀，我天哪，不打 PK， 等一下再打，现在不打。我刚刚想到唱首什么歌呢？唱首阿依莫吧，好不好？阿依莫来，很久没有唱这首歌啊。把这首阿依莫来送给大家，我不看人气了，我真的看到我烦着呢，看不看这个人气呢，真的是看的就那个啥，看的来火，一直线下降，也不知道什么，这是心雨姐是不是啊？心雨姐，谢谢心雨姐，我们来首阿依莫来，不唱嗨歌啊，好不好？反正都是吊人，还不如唱自己喜欢唱的歌。站起来也没人，不站了，我才不想把我的小肚子给你们看，不给你们看。1 2 3 come on， 回来看看你呗，看到我就要哭了，我跟你说都看苦呢。
在哪过，一个人去远方流浪。你不必忧伤，失去的梦你可曾忘记。我承认我曾经爱过，曾经为了爱无悔付出青春。我梦见你的笑脸，长夜未央的陪在我的身边。爱扭扭还骂他傻落，让风吹干你脸上的泪痕。失去的爱不必再留恋，回到世界上耗掉的青春。爱扭扭还骂他傻落，穿过黑夜寻找黎明方向。失去的梦有太多的无奈，别让岁月爬过你的皱纹。皱纹爱丢丢还把它烧，啊哈啊哈，爱丢丢还把它烧。谢谢谢谢戏剧解释的会员，感谢大家送出的人气票，人气票冲20000人冲里来。人气票还能冲20000人冲里吗？呜，我跟你们说家人们，今天我只能播到10点钟，因为播到10点钟我要去拍短视频了，我要去拍短视频了啊，好不好？下了播去拍短视频，行不行啊家人们？我10点钟下播行不行啊？哎呦哎呦，就播着玩算了，真的是，哎呀，8点半了，8点半还没有20000人助力来，还要差4000人，我们一起冲20000人助力好不好？唱邓丽君老师的歌是不是？邓丽君老师什么歌呀？不行，行不行？行，听你的。找到30000人，我也哎，猴哥，后面的灯灭了，猴哥，后面灯灭了。没有电了，没有电了。现在我今天我故意画的是那种裸妆类似的裸妆啊，好看吗？听老板的，人气票我再送送啊，好不好？来首老歌吧，潮湿的心，潮湿的心，来一首潮湿的心送给大家。去绑架下，那不行，那不可以啊！我还没唱抒情歌了。1、2，谢谢沈先生，感谢。每次唱完唱，这都是红红的，上面都是口红。是什么淋湿了我的？哈沙河，来一首老歌送给大家。好了，不唱那么多啊，我们聊会天再唱一下好不好？啊，哎呀，哦，
猴哥，这不是我的杯子，猴哥，我是那个透明的粉粉的那个，有一颗心的，有一颗心的那个是我的杯子，对，就是这个。哎呦我的天哪，你知道吗，我要换一个新杯子啊。家人们来聊天，聊个五毛钱的天，快点。有没有两万人助力看一下，哎呦七点八万人哦，今天三万人都费劲了，家人们一点八万人，咱们还能冲头顶上黄色爱心打开助力打榜，一起把免费的人气票送出来好吗，冲两万人助力。